阿杰，我今天带你去看一个那种紫罗兰颜色很浓郁、见光不死的一个好桌子，六位数弹的。哎，老板，你爸呢？我爸他刚出去一会儿了，怎么？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昨天找他呢，订了一个12万蛮子的镯子，然后呢，我今天来找他拿。那条货我把卖了。你怎么把它卖了？我昨天都给你爸谈好了呀。你这边给定金了吗？给了，我昨天都已经给了，所以我才跟他约好今天来拿呀。那条货呢就已经被我卖掉了，没有办法。不是你怎么把它卖掉了？你找你爸，我跟他谈，我跟他昨天已经谈好了。就你找我爸也没有用，货是被我卖掉了。这样子吧，仓库里面还有一手同手料子，你去看一下再去挑一条。不是的，你看我已经给了你定金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行里边的话，那我给的你定金就要留给我，这是行规啊。如果我没有给你定金的话，你把它卖了，那我无话可说，是不是？你不要说那么多，仓库里面还有一批同手的料子，都差不多的，你去挑一挑。不可能差不多的，翡翠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？你也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昨天我粉丝他挑了那么久，他就相中那个了，他不要别的。你怎么能不讲诚信，你把它卖了呢？什么叫不讲诚信？我让你一个外地人过来拍视频，你很外地人怎么了？我一个外地人，你跟我就可以这样不讲诚信的做生意吗？你跟外地人就可以这样谈生意吗？我给的钱比你多的很多，我难道有钱不赚吗？他的是不是见钱眼开呀？人家给的你刚就可以卖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仓库里面有一手同手料子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滚。我粉丝他就要这个，他不要别的，哪有你这样子做生意的？你这样做生意，谁给你来第二次生意啊？你这样只会把生意做的越……你先给我滚！快点滚！啊！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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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样子做生意，你这样子做生意只会把月，你早晚给黄，早晚给倒闭。你这样子做生意的，老子再也不会跟你往来了。我是一个外地人，怎么了？外地人就可以这样不讲诚信了吗？我都给了他定金了，他还要给别人？我的顾客他都给我定金了，这个东西我怎么给他交代吧？喂，萍姐。喂，青青。是这样子的，萍姐，有个事情我真的觉得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昨天你不是找我订了那个镯子吗？然后我定金也给了老板了，但是老板他把它给卖了，真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怎么这样子啊？那你怎么解决？是这样子的，萍姐，我知道你对我是很信任的，所以这种十几万的镯子都找我订，但是他把它卖了，所以我这边的话就是想要送你这样的一只镯子，你先戴着补偿一下你，然后我这边再慢慢的帮你找，你看行不行？算了，你也知道的，我昨天啊挑了那么久，我就是想要那一条，我都把钱转给你了，你怎么这么离谱？我真的好失望。萍姐，